林子深，我已经跟他住楼顶了，你跟我需要送阮起来。这么晚吗？我就烦恼恁两个查某囡仔，跟你上楼啊，而且我嘛想要顺续跟讲再见啊。拄只伫咧廖凯宏因爸遐明明就讲过啊，讲阁无到，你是要是把他送送哦？我要安怎做？你管遮尔济要创啥？那恁你是要送到当时啊？ 你拢袂爱困哦，好啊，那知道。莫阁创伫恁哥啊！你拄则是毋是看到我甲恁哥拖拉伫牵手，阁惊我骂看到，所以你又阁甲凯宏甲恁哥送做对啊？好啦，恁就是咧嫌我这个电灯泡害恁无法度去 spy。 最爱困的晚安。咱两个人哦，交往一年两五日日，拢是我妈的关系。有的时阵我咧想，不管我哪骨力，也是反对啊。所以你敢想要喊卡？真有可能。 我若是安尼就喊卡，你敢有可能去爱着我？我哪有去爱着你啊？这句话是你讲的，我敢有讲？你嘛知影是我讲的，所以宋丹青，你是不是欠我三个字啊？什么三个字？哦，丁青，好啊，你就继续安尼啊。 我来接主席哦，看你妈等来看到时阵哦，敢袂生气？你敢？哎，哇，我当然嘛敢啊！啊，安怎别讲无？到底别讲无，别讲无，那无你妈看到生气哦，哈？喂，啊？你讲啥物？你讲有够好听哦！拜托一个，较有心意的，大声看我目睭讲。 林子深，拜。那是叫梓潼进前对我讲话了，是你害我为坟墓爬出来。所以你是僵尸哦。哼，你讲话要搞同款。 啊，不过梓潼意思是讲，是你给我的性命温大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 我的珍藏，两位继续，晚安。